沙旦打两次就16下了。是哦。嗨，俊宏。我天生赌性坚强，但逢赌必输。不过上岸用万字节有哦，对，可以带阅读。阅读是什么什么那个啊？对啊，我的血蛮少的。白珠无限哦，有欸，我有练它，可是我没有，就是我好像没有练技能，好像没有吃到满欸。我那时候有练阅读，但是技没有吃秒。阅读真的是好玩呢，就是从头到尾都在排珠哎。对啊。开向日葵破防，嗯，开向日葵哪一关？你说哪一关要开向日葵破防？嗨，玉米，要打全打死才可以无限排珠，对啊。对啊，就从头到尾都在玩牌珠啊，就是蛮好笑的啊。这个也要开啦，可是他还没跳欸，开这应该都开也没关系吧。反三个的话延迟了。是下一个地狱比较难，是不是啊？嗨，拉力赛，另一个比较难，哈，石康来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到底是否有那个赌运的运气？可是我觉得我最近赌运不太好，我觉得我今年赌运没有很好，所以我担心他领天降。来看一下，有耶，十颗，谢谢玉米，谢谢，感谢玉米，刚好。刚好石康啦、啊！这什么歌？这什么歌啊？我最讨厌三条血地狱级哈，应该没有练水元龙吧？好像我忘记了耶。对啊，这是什么歌啊？头文字 D 的、哦，玉脸多歌单。耶，解完，轻松三成就。